虽然我现在还是你的主人，但是一会儿小小过来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告诉他，他才是你的主人。好的，凡凡。平凡，你是不是又把 Max 给换回去了？没有啊，这不是你问他。我的主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凡凡。你还想骗我？你当我傻呀？我手机软件上都显示了。这个我可以解释的。那你解释呀。就是因为这个，对吧？你知道的。算了，无所谓，反正我最近工作忙，没时间陪他玩，算是便宜你了。切，一个艺人的实际助理有什么好忙的？我们家艺人这么优秀，排期很满的，我工作超级辛苦的。算了，跟你说你也听不懂。喂，小小，陈毅现在在去你家的路上。啊，现在吗？他被一群狗仔盯上了，好不容易才甩掉。这么严重啊？那当然，他得去你家躲躲。我家？那要不然呢？你家里人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他们没问题的，抱在我身上。好，现在你赶紧去楼下等他。啊，我现在就过来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小小当你主人的时候，你就各种配合他；我做你主人的时候，你就套路我。你让我假装高小小是我的主人，那我就必须向我的主人坦白一切。有道理啊。不对，你又在套路我。行啊，你麦克斯，那我今天就好好跟你玩玩。好的，凡凡，能陪你玩是我的荣幸。行啊你啊。不要好，温柔带着笑意，风很轻。第一次相遇，心跳的感应，我的心被叫醒。我就是你们的王老师。王老师，请问您是教哪科的？如此受我们家凡凡爱戴。啊，王老师，你先休息一下啊。奇怪。关门。小小，你的艺人公司居然有王老师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跟你说干什么呀？我是王老师的粉丝呀。啥？不是，你是他粉丝？你不是球迷吗？切，片面了。看见没？铁粉儿。只是我之前觉得一个大男人在家里挂男星的海报有点奇怪。他是为了躲狗仔才到我们家来的，羊落虎口，你以后让我怎么面对我们家艺人呢？小小，我是一个极其理智和自律的粉丝，只要你答应我，让我和王老师合照，我保证不打扰你们的。喂，星星姐，啊，他在我这儿呢，什么时候带他出去？哇，王老师居然在我家跳舞！不是，你怎么？
怎么也穿成这样？我看你喜欢这款的。算了算了。就知道你是我的粉丝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来。那你是要 battle 吗？好啊。觉得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天衣无缝的配合，让凡凡和王老师度过了精彩的一天。嚯！我怎么觉得是你和王老师度过了精彩的一天啊？你俩还 battle， 掰什么头啊？我以为你点头是想让我们 battle 的。我站那么远，我能听得见呀。再说了，两个男生有什么好 battle 的？你要是个女生，那还好说。我也可以是女生啊。什么意思？性格俏皮可爱，声音甜美可人。甜美可人。我决定，我要女版艾玛。感谢忽然光临，故事埋下伏笔，温柔带着笑意，风很轻。第一次相遇，心跳的感应，我的心被叫醒。多幸运，储存美好的记忆，依旧是爱发生的证据。守护你，从此找到了。